导航到酋长岩。您想去哪一个地点？酋长岩外交。今天是我第300公尺后右转北宁路。今天是我第100次的龙洞游准，然后现在是下午2:20，没有这个季节去过酋长岩，我应该也差不多啦，跟龙洞差不多。现在不是御厨期的话，就看一下，拍一拍，随便拍一拍。请在前方红绿灯右转北宁路。等得到就等到，等不到就算了，没差。有什么拍什么。今天天气特别好，酋长岩那两只应该在家休息，应该就是站在山壁上吧。那今天有的特别的情况就是今天放鸽子了很多啊，今天很多鸽子在飞，因为那个基隆这边天气下雨下太久，天气太差了，然后就今天忽然间好天气，明天应该也不错，但是今天就很多人在放鸽子，假日，所以来去酋长岩看一下好了。行驶2.5公里后，左转深澳路。想着明年的计划，明年天气好，我就常去酋长岩。龙洞的话还是会拍，还是主要目标吧。我再拍了一年看看好了，那我希望能把酋长岩再拍好一点。不要去别的地方拍了，就专心拍这两个地方，把技术练好一点吧。赶快把影片剪一剪，然后才能知道自己的哪边要改进的，不然就是永远都 delay 一年了，永远就 delay 一年，太慢了。不过2022年我应该也都拍得不错吧，然后主要是要怎么办法再进步。哦，酋长岩真的太快了啦，现在几分而已，录了5分钟以后就快到了。酋长岩，飞一趟吧，飞一趟就好了。请在前方红绿灯左转深澳路，左转深澳路。哦，酋长岩，好久没来了。右转深澳路，然后左转。与左侧的酋长岩外交，请按您取票。酋长岩，好久没来，今天天气太好了，不来，就不要来这边晃一晃。而且游客氧化度了，停车场快停满了，供电出来了，已经多货降价值，我也不理题了，对不对？看太阳多棒！太阳多棒啊！这位置是看酋长岩不错的地方，但是好像已经被挡到了。这季节应该没有人来酋长岩吧？好久没来了，酋长岩。目前真的都没看到，草屑有点乱。真的不在家。现在酋长岩，然后不在家，等吧，大炮还没架，架一下。哇，这是什么？中奖，中奖！上一次，会不会是如此啊？如此啊！
第一次来到。山壁上一只哦，右转，有了白点，那有没有？拍鲁池拍一拍，听到后面有右转在叫，然后回头看一下，它刚好在这个位置。是看你拍的哦。啊，真是。谢谢。哦哇，你看眼睛真的好大，哇，好漂亮哎！谢谢你。喂。可以借你来看那一只吗？啊，真的耶，好清楚啊！看到山真面目，好可爱哦、喔！没有，上次来就是让它叫声。谢谢。在刚才在拍鲁池的时候，山壁上这只游隼在叫，它刚回来的时候在叫。太快了，没拍到，没关系，有录到，飞走了，飞太快了。对，我就看这边一个白白的，偷偷飞回来。刚才我看那个山壁上的白点，那看起来以为是大便，不过后来拉近一看，这只是公鸟还母鸟，看不看出来？有在动，有在动嘛？对。有嘞，还真的有。有小鸟，有没有？对对对，就是它。白白的小鸟。真的耶！哇！来来来，这个看好清楚哦，好清楚哦。哦，有没有小鸟？老鹰。太远，真的有种，尤其这种感觉。老鹰有没有？不是老鹰。它不是。好了，算老鹰好了。算它跟老鹰不一样。不同科。它是隼科，跟鹰科不一样。有看到吗？哦、有看到吗？这个眼神看不到。有啊，有看到。飞最快的。它在动了，有没有？它在动了。它看我，它看我们很清楚了，我们看它看不到。看不到。对。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一直在飞哦，一直在飞。一直在飞过来。对。飞过来。它进来了，有没有？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哎呀，快！另外一只呢？另外一只，两只交换。对对，两只交换。嗯好。他回来去把它撞开，有没有？这只应该是公的，这一只呢？其实有点看不出来。哎，这一只好，这只比较漂亮。大便要飞了。来了。哇！太难太难，有了。快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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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现在刚才其实分不清公母，另外一只回来的时候把另外一只撞开，跳过去，看一下是要找食物。对对，它叼食物。这个是哪里？哪里哦？前面那个点岩石上。太有点太远了，你可能有点难看到。母鸟飞了。啊！太慢太慢。还在飞，可以。而
有，你不要转。哇，飞机后面。这是右转。啊？这是右转。右转。右转。哦，它全世界飞最快的。对。等一下哦，再抓。啊？可以游左上角。它有两只住在这里。对。他们是夫妻。夫妻。对，他们是夫妻住很久。有小孩吗？小孩，你五月来的时候会有。对。或者明年。哎，对。我是。今年的已经飞走了。要飞去哪里？自己出去生活啊。那个。它要飞了。他可能要飞了，他来擦嘴巴，我会觉得他应该想要飞了，飞了，哎，跳上去，跳上去，有吗？有。有。那你觉得他很可爱吗？有。他想要。有比你可爱吗？有。你要看那个三臂腾，他如果飞起来，他就有看一只鸟飞出来。有后面一只飞出来了没有？啊！好大声哦！我没有追到。哎呀呀！它脚上一只八哥吧？过热，电机没电了。这次才像疯了。哦，又来拔毛了。哦，这个位置漂亮。好。因为这一次在阳光的山壁上有白点，它是在刚才讲的这个白点在动，就是外阳光这一次，然后阴暗处有一次还是站在那个山上。好，再转OK， 现在情况有点复杂。我们大爹现在不晓得，看不出来是公鸟还是母鸟。这一只在拔毛，仔细看一下好。有点像母。飞了，没有啊，没有啊。哎呦呦呦，在头上，哈哈哈哈。好。你在上面。有，好。有看到，现在这一只是拔毛的那一只，对，看它拔毛比较酷。它在吃了，知道吗？它有在吃吗？我不知道。被抓起来。哇，漂亮。没有，这一只是一直在那边拔毛。哦。你看到这一只的右上角那跟那边影子那边有一只，有一只有没有？嗯。那边山壁还站一只刚才飞的那一只。哦。对。干嘛要看？现在两只都在啊，两只都很酷，两只的那个刚好影子就投射在山壁上，只是镜头只能带一只，有点可惜。这一只毛拔的差不多已经在吃了，然后这一只不是鸽子，这一只看不出来，这只毛色不像鸽子啊，回去再放大看一下。我刚才飞了太多趟了，来根本来不及拍，手忙脚乱，顺便来表演的空中交接，但是
它们的这时候的习性不像是空中交接，没有要那个现实或是耳度的情形。我觉得空中交接的机会不大，所以你在跟谁说？我在跟郭阔讲话。上面这里，对。现在拔毛这只是公鸟，对，没关系。然后右上角那只休息是母鸟，因为体型有差。母鸟，母鸟一般比较大。它吃东西为什么会吃那么久？为什么会吃那么久？可能毛太多吧。现在那个太阳被挡住了，视线被挡住，我们再去抓母鸟，看母鸟。现在这一只是母鸟，它在这里有没有？然后它影子在这里，它站在这里。它们会睡觉吗？会啊，会啊，晚上应该都会啊。对，喜欢看，明年五月的时候可以。你会看到那个小只的游隼在这边一直飞，就在这边站在这边山顶上，这里很近。照相机可以看。眼睛看就看得到了。对。下雨的时候他们在躲。啊，下雨他们有时候不躲，有时候可能就站在现在位置，然后淋雨这样子。对，然后他们巢穴的话，那个板子上面有水，巢穴的话是在那个地方。他们生小孩也是这样。他们其实二月多就开始，可能二月多开始生小孩，四月多孵出来以后，到五月的时候他小孩才飞出来让你看到。看不到，哎，看到吗？有呢，在动哎，有看到吗？你看不到？快看！啊？为什么你喜欢看？自然很好。啊？我自然很好啊。没有，这个跟自然没什么关系吧？对。是不见了。马兽不见了，跳上去了。他跳上上面那一个哦，他马兽跳上去了。他现在在擦嘴巴，用石头擦着。他等下应该会飞了。跳跳跳跳跳上去了。哦，他就用跳的。那两只白色的下去。是啊，这种体型算大还是小？它不算大，老鹰知不知道？它比老鹰还小只。对，但它是飞最快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飞最快啊。飞得到。那好，你有看到啊？它应该不会飞了，已经在休息。你看得到吗？应该看得到。飞了，飞了，飞了，在那哈。有，在干嘛？上面那只飞走了哈。那现在已经太暗了，没办法拍了。我把它调亮一点。你看，它飞不远，因为那边不好站。飞到后面去了，应该可以收工了。拜拜，拜拜，哦，拜拜，哦，我差不多也要收工了。再飞一趟，我也要回家了。再飞一趟，我也要回家。来，飞喽！
母鸟飞出去，就有看到远方两只黑鸢，然后回头一看，公鸟也冲过来了。然后公鸟冲过来的时候，根本来不及拍。这在这边用加倍镜，真的是400端都不好拍。好了，两只都飞出去了，两只应该都飞出去了，回家了。再看一下，收工了。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月亮。是今天的月亮。准备收工回家，回家了。今天可以了，今天这趟拍了不少，算蛮值得的。GoPro 停止录像，好，收工，东西都有带，收工回家。今天来酋长岩来对了，还蛮精彩的。公母鸟飞了好几趟，然后还有猎物在绑，好不好？这在溶洞好难等，好难等。酋长岩今天拍的会比我最近可能去溶洞一个月的那个影片量还多。酋长岩经常两只都很好拍啊，今天的画面不错。今天站在石头上，然后影子投射到山壁上，哇，这画面漂亮。喂，我回家了。好，拜拜。今天还拍到了如此，也是手拍，以前都没拍过。然后也不用特别，那阳光拍起来蛮漂亮的，只是没有看到它抓到鱼啊，没有拍到它抓到鱼，然后在海面上这样噗噗噗噗打水漂的画面还不错，有三个小姐妹，还蛮可爱的。哇，酋长岩，今年多拍了一次酋长岩，下礼拜那个冷气团开始来了，出门时间应该几率又变小。好，要去缴费了。今天酋长岩算不错，拍的算蛮爽的。对嘛，这拍有准就是要拍鸟，就是这样才爽啊！每次每礼拜去溶洞干嘛？鸟都没看到几次的，对不对？他去买了360，好像可以。再买360，对吧？我骂死。